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曹大元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拉萨净土第32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职业业余对抗》的第一台，是由业余天王王琛对阵世界冠军谢尔豪。曹老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职业业余对抗是晚报杯一项传统的赛事，对。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从第一届晚报杯1988年开始，当时就进行了职业业余的10强对抗。对啊，而且呢，这一届晚报杯呢，来到雪域高原，可以说呢，从海拔和高度上来讲，都是有一个新的提升。包括咱们这次的冠军奖金，也由以前的15000提高到现在3万人民币。但是这个其实奖金的数额目前在我们国家的业余比赛中也不算太高的，但是晚报杯这是一个在业余棋手的心目中还是规格最高的一个比赛，是。因为他获得冠军的棋手可以代表我们国家参加当年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确实，对于这个锦标赛啊，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次呢，晚报杯来到拉萨，在拉萨方面呢，也是得到了很高的重视程度。咱们先一起看看在拉萨晚报杯的盛况。冬季的拉萨阳气稀薄，游客稀少。新年伊始，来自全国100多位业余围棋强手们则齐聚这里，参加即将举办的拉萨净土第32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本届晚报杯共有来自全国的41家晚报组队参赛，参赛选手共123人，其中业余6段以上共68人，占总数的55%。国内业余围棋高手悉数到齐，不仅有业余围棋4大天王胡玉卿、白宝翔、王琛、马天放，还有周振宇、陶汉文、潘文军这些退出职业棋界的围棋高手。西藏对我来说确实第一次来，也是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我现在也渐渐是一个老棋手了，所以我觉得对个人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目标也不重要，就是一盘一盘的赢嘛。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觉得还是看发挥。不要去想名次的事情，就先争取把每一盘棋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晚报杯这个最受瞩目的一个群众体育赛事，又是这么有传承的一个体育赛事，落到了拉萨，把这个活动我们和文化和旅游我们都结合在一起，其实也是更好的去宣传西藏。来到这儿之后，你会有一些不太舒服，忍受了你那第一页、第二页的那个痛苦，你可能才会去看到，更美的那个拉萨。经过7天、13轮的比拼，王琛一路高歌猛进，最终以12胜1负的傲人成绩夺得个人赛冠军。间隔8届后再度问鼎，于清泉、曲明分获2、3名。新民晚报上海青衣队获得团体第一，这也是新民晚报队第18次夺得晚报杯团体冠军。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为其颁奖。本次比赛的前6名将有挑战职业棋手的资格，这是每届晚报杯的重头大戏。比赛采用业余棋手执黑不贴子的让先规则，以黑棋181子获胜。本次晚报杯冠军王琛则对阵世界冠军谢尔豪，王琛继续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积极抢空，大有四角穿心之势。谢尔豪中央突破，不断缩小差距，但官子阶段王琛判清形势，结争转换，锁定胜局，6盘战罢，最终职业棋手对业余棋手3比3战平，握手言和。咱们通过这个小片啊，也看到了王琛呢，最终是以12胜1负的骄人战绩获得了拉萨晚报杯的冠军。对，这个王琛也是很不容易的，他也是
克服了高原反应嘛，总会有一点。前十一轮是他取得了连胜，嗯，几乎已经锁定了冠军的席位了，嗯，最后两轮他一胜一负，毫无争议的取得了本届晚报杯的冠军。是啊，嗯，其实对于晚报杯之前的几届，啊，对于王琛来讲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数次的亚军了，他应该算是终于在拉萨圆了他晚报杯的冠军梦。我相信这个拉萨晚报杯一定会让他记忆犹新的。对对对对，是啊，他因为他得晚报杯冠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最近是五连亚啊，这个能拿五次亚军确实很不容易，不比拿一次冠军容易。容易，对，就证明他这么多年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种冠军的准备啊。而且呢，他在职业业余对抗赛中呢对阵谢尔豪，其实他跟谢尔豪呢虽然一个是世界冠军，一个是业余天王，嗯，但是两个人呢其实在冲段的时候还是经常会在一块儿有竞争的啊，就是两位当初都是冲段少年的时候，对，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对，嗯，尤其是在王琛的记忆中啊，他说2011-2012年呢他跟谢尔豪有过两次交手，是一胜一败，然后2012年之后谢尔豪就入段了，他们就无缘再交手啊。那就是说如果当时2012年能够和谢尔豪一胜一负的话，说明当时王琛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了，或者说他应该也是具备了走上职业围棋之路的这样的一种实力了。是啊，而且他还说到嘛，那两次比赛中他们输掉的一方都获得了该项比赛的冠军，也是非常幽默的啊。这个对稍微有点少见的，就是啊，对啊，所以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他再次跟谢尔豪交手，其实呢在比赛之前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啊。咱们边看棋局然后边介绍。好的，嗯，本局呢是让先，职业的六位棋手是对业余前六名都是采取让先的这种对局方式。嗯，黑棋王琛采用的这两个小目的一个开局，啊，这个比较少见，嗯，对，他是提前知道对阵之后就已经决定一定要跟谢尔豪下这个开局啊。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啊，据他说啊，他说呢，这个布局啊是日本超级流选手井山裕太非常喜欢的布局之一。嗯，他在国内的几次大赛中啊，他看到他都采用了这个布局。啊，井山裕太就是和谢尔豪争世界冠军的。不是，对，那个谢尔豪确实是跟谢尔豪争世界冠军，然后谢尔豪呢并且是赢了他夺得世界冠军，啊，但是就是他那三盘棋没有下这个，没有下这布局，但是呢，啊，他在国内就是经常会下这个布局。那我想呢，谢尔豪在准备的时候肯定也见过很多次景山的这个开局啊，就是说谢尔豪对这个布局是应该有过准备研究的。对，所以说呢，是王琛来说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王琛的原话是，啊，当谢尔豪看见这个布局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哦，这个可能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当年的师兄弟表示一种致意吧。嗯，对，是不是宣战呢？这个棋才下了这么几招，这个反正各种意思都有，可能最确切的意思只有王琛他自己知道。对，大家也可以自己的慢慢的去体会一下。嗯，这个棋手真的是在坐在棋盘前啊，我觉得棋局还未开始，可能心理战就已经先打上了。啊，其实这个对抗赛双方用时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嗯，每方85分钟，对，然后保留10秒一次的读秒。啊，就是每方有1小时25分，嗯，85分钟啊，对，对，这个算是比较用时比较宽裕的。这个和晚报杯的用时是一致的啊。嗯，好，
然后黑棋对二阶，高位手脚，高位手脚，这个现在非常流行了。然后白棋挂角，嗯，黑棋小飞，小尖，小尖，对，啊、这是小尖。最近好像又慢慢的多起来了，有一阵子。就是人工智能的话都是推荐这个小飞，对、嗯、现在这两个几乎是并列的，嗯，是不是也是因为让先，所以说黑棋才采用了这种稳扎稳打的下法、有点可能性嘛，是现在白的是也在这里守了个角，对，是吧，嗯，是跟黑棋形成一个比较相对称的棋形、嗯、对，就是现在这个盘面，其实有很多种下法。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会推荐很多种下法，比如说上面加阶啊什么、啊嗯。但是之前人类棋手的话，还是会下在这里。啊，挂角。这是人类棋手下法，但是本局黑的也是下在这。然后接下来白棋就脱先了。嗯。直接在这边拆个二。对，这个我下的话很想在这一带加阶。啊，在这边就是一间加或者三间低加。嗯。当然，上方拆二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但这个就直接就脱先了、嗯，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少一点吧。然后黑棋飞压。飞压，嗯。再唱。飞压是进来。也是下的比较多的，然后黑棋逼住，应该是，据说到这个时候应该都是 AI 跟 AI 的招法也差不太多，对对对对对，是，这个飞压是 AI 所推中的下法，嗯，他觉得飞压着几乎是任何情况下，黑的能飞压两下，他都觉得黑的会便宜。是不是这盘棋的焦点战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嗯，这个是双方开始战斗，黑的应该是跳出来。对，嗯，这个棋形下一手白的是尖顶在这里了。对，这个白棋这个尖顶，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贪心啊？嗯，第一感好像就跳出来就满意了。这个应该是不错的一步棋，因为。这时候让白棋让黑棋黑的力的话，他再跳，这时候黑棋的行动啊，在这一带就有所不便。嗯，因为这个地方时时刻刻要防止白棋在这里挖断。对，嗯，所以尖顶是一步不错的棋，因为你假如单跳的话，这一带最最简单的它是飞进去是有的，然后还有这类的点，这类的点。那么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棋形比较流行的手法是靠在这儿，对，可能也能够成立，因为你要这里搬的话，让它连搬下来，它是连搬，你要在这里搬的话，它会搬到脚里搬，所以有了这个之后，这个靠它就防止了，现在你连搬就没意义了，嗯，它打吃一下之后，粘上，对，这个把这个粘上，黑的这个子跑不回去。所以他尖顶一下，我觉得是必须的。然后黑棋搬一下，其实，嗯，搬一下也有他的不肯之处啊。嗯，把这个角撞后。对，是的。这个棋，黑棋这个搬下的挺大胆的，可以这么说吧。嗯，一般来说不容易下出手。这个搬一下之后脚步就变坚实，但是他可能是先连贯的有下一步棋，但这步棋虽然不一定是好棋，对，他下一步下的是感觉也不太容易想着、嗯、下的是点这个，不，他这手棋是这个和这个搬是相关联的、啊、他是想点一下、哦、你假如挡住我是不是就直接打了虎过来了， 对， 对，他或者是单靠也有这样的棋、啊、因为这个棋形、啊、还可能有，对，
你要走这个的时候，他可以、啊、这个时候打吃你，啊不，这个粘打下来，但是他提了、这个哦，那他堵住，这样有这个打吃，然后再提，这个黑棋也是挺舒服的，嗯，这白的不太好，所以作为黑棋来说，他就等着白棋挡住，哦、然后他再靠这个，嗯，先保留一下这个打。虽然可能过一会儿黑的也是需要打的、嗯、但是能保留先保留、嗯、这个是黑棋的一个如意的参考图吧，可以这么说，嗯。所以他面对的是世界冠军谢尔豪啊，他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如意、对对对，是，但是这棋其实我想不是世界冠军大概也不会打啊，因为这个图实在是让黑棋太满意了，对，然后白棋是把这个吃掉，嗯，这个吃掉黑的有点难办，实际上。对啊，这个形状他就不肯，因为这边人家少一手棋。对对对，是。那他还选择的是靠住。嗯，靠住的话，他还是有这个打吃。对，他主要是他打吃的话，他粘的话，这个词太尴尬。对，如果提的话，他被人家这边打。所以黑白棋是需要补一个。嗯嗯。然后黑棋挡下来。嗯。但是我觉得白棋这边的形状特别漂亮。对，白棋便宜了这个棋形，因为像这样的挡的话，假如黑棋理白棋在这里理一个，这黑棋可能还能比较满意。对，黑棋。能够逼这个，这见不着了吧？嗯，这个怕见不着，对，是这样，蓝逼住黑的已经满意了。不过这一代白棋这一代太厚实了、嗯、所以他作为谢尔豪来说肯定会下这个，对、嗯、肯定不会再要这个角，嗯，这个地方黑棋吃亏了。最主要是这个局部好像黑棋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下法，对，实战他是加进来、嗯、这个其实也不算太好，是这样，嗯，他让加，嗯，哎呀，度过，嗯，但是这个形状其实黑棋始终还留有缺陷，除非你现在虎一个。对，这个棋形是这样，实战，嗯，王琛是下在这立了、嗯，那么这地方肯定是有断点的，嗯，假如要安全联络的话呢，他是只能虎在这，然后打一个点掉吧，对，这个打吃一下点掉，嗯，对，这点只能粘上，嗯，这个虽然这棋黑的也有点。委屈的，嗯，这地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他接住之后脚步眼位还不够，不够，嗯，然后他小尖起来让你吃掉，白的也比较满意。作为黑棋来说，他不太情愿让白棋在这里点一下，所以这个局部呢，他是实战，他是下的这立了。但立的话，它明显就有一个缺陷、嗯，人家可以选择断里面或者断外面。对对对，这个地方作为黑棋来说。他立在这儿呢，就也是对白棋是一种考验，就是你断在哪边，我就吃哪边，我就吃哪边。你断这个，我也、嗯、也要吃这个，对，这样就黑棋外围厚了，这两个子就弃掉。实战黑的是立了一个，但这个地方始终是会有一个断点。嗯。好，白棋分头。嗯，这个是目前最大的场所了。对啊，最空旷的地方、嗯、一起尖顶一下，嗯，白棋要藏起来，自然要嗯逼这边、这个是双方普通的一种定型，然后接下来再冲、嗯、这个棋形是冲的吗？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定序都是靠的，嗯，靠，他先冲的意思就是怕对手可能接在这吧，接我就粘上啊，对，他是不是怕，是不是怕这个定型不太满意，所以他这地方不愿意让你马上接住，他是冲了再顶，但是他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这个地方紧了一口气，对，紧了一口气呢，白棋这个下法就能够成立了，实战白的也是这么下的，对，冲了再贴，因为这两手棋假如不冲的话，那也有贴的白棋，其实对，有然后黑的就挡住，然后他再跳，但是是另外一个配置，肯定不能是这个，但是你冲掉之后呢，其实作为白棋来说他就有一个选择了，现在白的也可以单下来这儿，
如果当下我就贴回来啊。对，所以你先冲了之后有个坏处，就让白翠可以先冲一下再贴，这样黑的这个气比较紧。这样的下法，这个下法先冲再顶不一定好，有这样的下法。下一步棋黑的其实也是可以接在这的，实战黑的是立在这。如果粘上，我是白棋是搬一下，不是粘上的话，以后就作为黑棋来说，有可能去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嗯，来追究这白棋这三个子气紧的这个缺陷。立在这儿的话，这三个子已经是没什么意义了。对，你要当在这儿，我甚至于我是可以接在外边。嗯，当然吃也有可能性。这个地方接着这也是非常想下的一个点，嗯，他实战黑的是立在这儿，对，然后白棋是逼住，嗯，逼住，对，现在因为这一代白的是有先手，这一代有先手之后，这个是白棋是立三，那完全是可以拆四了，对，没问题，嗯，黑棋跳一个手脚，嗯，这脚就守住了吗？以后这个地方还有骚扰，基本守住，对，基本守住，是。他现在是在这里动手了，嗯，叫吃，藏出来。这样白的就把黑棋断在外边了。对，这个地方白棋终于出手了。嗯，其实现在局面上有一个点我是有点担心的，就是这个打路的这个点。不是说这个长是先手吗？但是现在这有个跳了，情况不一样了。这个局部我们再摆两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再摆回来啊，它是跳点一下，飞一个。其实我是一直担心白棋这地方有点薄，白棋是不是还靠了？对，嗯，他搬一下，嗯，他长，他长，嗯，这个地方，其实我是现在作为黑棋方来说，我是很想下在这儿。现在这边是不是黑棋也不够厚呢？其实关系不大，这边黑的也比较轻，就局部来说，假如这个断的话，它可以打吃以后，再把这个接上就行，啊，所以很想下在这，这样，这地方有透过，这个打路非常大，实在黑的是在这里补了一个吧？对，嗯。这样的话，这个等于黑棋就落了一个后手。对，这个局部应该白棋也是成功的，上边取得了一些实控，然后又能回手补强这个。对，白棋这个时候，嗯，估计也是比较害怕这个打路。这个点我是一直想下的一个点，现在跳起来这个就黑棋就失去了这个时机了。嗯嗯。然后黑棋，这个飞一个是补强角，还是想着捞点木呢？兼而有之，两个都有。它实际上有三个意思：第一是补强黑棋自身的角，然后捞木，嗯，然后又进攻白棋这个菜啊。这时候其实飞也是非常大的，嗯。不过现在外围白的各出都比较厚实吧，现在。马上要对白棋这两个子发动强攻的话，对黑棋来说还是挺困难的。对，因为这个白棋其实就只有这两个子，嗯，而且它也不算是孤棋。对对对，它周围也都挺坚实的。是像这样的两个子放在棋盘上的时候呢，它是孤棋，或者说会不会被对手攻得比较苦，完全是要看周边的情况。目前这个场合。白棋不用太操心，这个地方有个跳，这个地方黑棋把白棋有个比较硬的头。嗯嗯，
所以现在白棋根本就没有对想着去补强，而是继续的来这边，算是声东击西吧。算声东击西吗？这个是，因为他这想欺负一下白棋，这个家是考验你一下。如果你肯要虎过的话，这个是忍无可忍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往外走的啊。是吧，我觉得其实对黑棋是一个考验。如果对，如果你肯这样的话，不用考验，一会儿我这边是不是就再补一个。王琛如果下在这儿的话，他绝对拿不了今年晚报杯的冠军。这手棋肯定不能下。是，所以呢，将这个谢尔豪啊，考验王琛的时候，王琛到底就，不过曹老也说了，他如果真是这么虎过的话，他这个冠军啊就拿不着了。所以呢，这接下来如果黑棋反击的话，白棋必然也准备了比较强有力的一个进攻手段。其实我们这手棋可以摆在棋盘上，然后我们看看谢尔豪在这个局部准备了什么后续的手段。好，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为大家讲解。好，欢迎回来。刚刚呢，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曹老您也给我们介绍了晚报杯呢是从1988年开始的这个比赛，然后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有了职业业余对抗赛？对，是的。您还参加了吧？我是代表职业参赛的。是啊，就是其实呢，就晚报杯的历史啊，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因为像是88年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些盛况啊什么的，就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棋友估计是都还不太了解，所以呢我们先一起啊回顾一下晚报杯的历史到今天。1988年被称为世界围棋元年，这一年相继创办了职业围棋世界大赛、富士通杯和印世杯。同在这一年，中国围棋创办了首个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晚报杯。晚报杯自创办以来，每年一届，从未间断，时至今日已是第32届。绝大多数职业高手都曾在这项赛事中磨砺过，可以说晚报杯是中国围棋的半壁江山。本届比赛也是首次来到雪域高原拉萨。对于来自全国业余围棋豪强们来说，要想赢得最后的胜利，首先要战胜的不是对手，而是自身的高原反应。状态特别清醒，感觉我觉得自己状态还是不错的。第一天来的时候感觉有点难受，作为一个棋手来说要克服各种困难吧。今天应该好了点，现在基本上也已经适应了。这里就是布达拉宫啊，观景台在哪儿？在后面。就在难得的休赛半日，棋手们相约参观布达拉宫，跳锅庄舞，最后来到拉萨棋院。在这里，众人还不忘对比赛进行复盘研究。拉萨棋院成立于2015年，虽然只有3年多的时间，围棋已经在拉萨中小学逐渐普及开来，如今已经成为拉萨体育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拉萨的围棋运动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在2017年也授予了这个中国围棋之乡的这么一个称号。目前呢，我们在全市，一共100多所学校，包括幼儿园，一共有1200多名孩子。有90%都是我们本地的藏族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围棋的课外活动当中。在这高原举办这次这个晚报杯的这个赛事，对我们下次就大范围推广普及这个围棋的，进校园也好，甚至进社区也好，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大推动作用吧。普及更多人来学习围棋，来指导围棋，来下围棋。那咱们刚刚呢，可以说是跟大家一起从1988年一直到这一届的晚报杯拉萨，对晚报杯呢又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咱们继续来看这盘棋吧。对，这个
棋局现在是最激烈的时候，这个白棋主动挑衅，黑的当然是要出头。对，其实这个地方这两手棋在这一个局部来说，白棋是亏的比较多的，然后白的一定要在这一带找回在这一带的损失。所以说当黑棋反击了，白棋自然是要针锋相对的。这个像是一步好棋，应该说加之前的话这个手段就已经想好了。然后黑棋藏起来，对，这时候也是必然的，对，不能示弱。对，这个搬的话让黑的已经没法搬下去了。搬下去的话还可以虎一个打吃，它可以接上这个地方，这个断点是黑棋吃不消的。好像黑棋已经没办法抵挡了。对，这个黑棋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在进攻的时候啊，也得有张有弛，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这时候明显已经不能再搬下去了。对，他再粘回来。是。不过是不是这样，黑棋也已经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这个冲出来，可能这个地方，我觉得话要那么讲，白棋这个家应该说没什么成功。作为黑棋来说，也下成这个结果，他起码是没有吃亏。对，然后白棋虎一个，白棋虎，然后黑棋挤了挡住。这一带白的还是有点保卫的。主要是这个局部下完了之后，整体好像感觉白棋都变薄了。尤其是这边是不是？对。不过有这个扳过之后，整体上这里白的有眼位了。算是活了吧？就本来黑棋这个飞是想对它还有一些进攻。这个打拔有关黑的眼位，本身目数价值也非常大，十目以上。对，像这类的棋，我们在棋盘上是不要轻易的错过。而且以后他还有一些后续手段。对。不过白棋现在已经顾不上了。这个有这个之后，这地方有加，黑的是需要补一个。白棋再继续跳一个。黑棋粘一个是先手。对，这个地方是要早先粘掉，粘掉之后，这个三个子就可以给白棋吃了，否则的话白棋吃在这里，黑的就什么都来不及了。对啊，这就粘不到了。要先粘一下，白棋接上了吧。然后吃。这个是最初黑的接这个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后续手段。打上。提。提。黑棋再顶。顶完之后，黑的下什么地方压，黑棋好像就是想把中间这个走后。对，有这个压，这个断点就没有了，一打一贴就把白棋刺死了。然后白棋跳，黑棋这时候爬这个，爬这个，对，这个挺大的。对，那当然。难道对白棋还有一些想法吗？这个理论上几乎没有。那就是目数比较大。目数比较大，这个子可能以后会被黑棋吃掉，但是这一带白的应该已经活了。白棋提。继续接上。然后再继续点。这个点下的很凶猛。就感觉现在这个棋局进入中盘了，好像也找不着什么头绪。我觉得黑棋全局也基本上都走好了，白棋也都走好了。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头绪了，这点了一跳，牵制黑棋这块棋，然后白的希望在这一带能够往中府发展一些，能成点空。但总感觉黑棋就是白棋都这样了，黑棋还不跟着走。我觉得王琛下的很过分。因为这地方也有个头，所以不一定要往这走。他直接掉在这儿。我觉得简直是深入敌营，很有这种非他的冲动。这个就是双方就在这一举定胜负了。这作为白棋来说，他也是不敢轻易的下这一类的棋，因为这手棋他本身没目，
就是这一代如果白的子很多的话，想在这一代成控很遥远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进攻比较盲目，为职业高手尤其是世界冠军们所不喜欢。哦，因为看起来很有气势啊，我非压你，我要吃你，就很容易落空啊，这样的想法。嗯，他实战就是嘛，对啊，这个、就靠着，嗯，然后去靠一个，他就挖针。我觉得世界冠军怎么这么老实啊？哦，我觉得这棋形白棋很好了，黑棋这么听话，没什么了不起，他藏了吗？嗯，然后白棋把这个抢过来，黑棋再爬了点一下。嗯，这个是黑棋的权利。点一下，嗯，那这个地方他也已经活了，白的已经活了，嗯、所以黑棋有了这手棋，这个局部就没有完全好啊。对，这地方白棋是要补的，否则的话他搬下来一点，一搬这个损失很大。他先冲一下再补回来、嗯，冲一下，嗯，这是个必须的次序嘛，嗯，不敢很肯定，然后他还是补回来了、嗯、是吧？嗯，然后黑棋继续搬粘。嗯，一个，嗯，他实战下在这儿了，这手棋我觉得不太好，我想批评他一下，我觉得应该下在这儿啊，就这个以后可以搬过去，目数稍微的便宜，这个目数好啊，对，没有亏的时候，这个目数这个肯定是不太好，有可能会亏。劫财呢？劫财差一个可能，嗯，他又加了、嗯，这个也有两个劫财，嗯嗯，这个是有三个劫，但是这个目数显然好啊。以后搬的话，比如说像这一带有黑棋，我搬你挡着我就不理了，嗯，当然是指的这白棋的整个这块棋向外边已经出头的情况下，他这个。这个是不够细致，我觉得细腻的地方、嗯。然后黑棋飞，嗯，然后白棋飞，嗯，这个棋因为在右上角这一带吧，白棋是取得了一定的便宜，所以现在这个棋呢，嗯、在黑棋不听目的情况下，是让先的情况下，是一盘非常细腻的棋。应该在开局是不是这两个角我感觉黑棋都有点烧亏，嗯，这个角好像还稍相对还好一些，他不是冲了一下然后稍微好一些，还算是个定势，可能右上角黑的是明显吃亏，嗯，假如是分线的棋的话，像说右上角这样就是这几招棋的话可能就要输掉了，对对是这样，嗯，现在是浪线的话全局还比较细，嗯，然后黑棋先冲一下，白棋唬住，为什么这个棋要先冲一下再靠过来，这有什么必然性吗？冲一下就感觉也不便宜、嗯、也没什么特别的必然性，我觉得，然后白棋从上边跳，嗯，搬挖粘，嗯，这个地方黑的是有两个断点出来，感觉上好像这个搬也有点过分可能啊，是吧，这个，嗯，对啊，他自己还没有完全的走好，他接上了是吧，对，然后白棋给他断掉了，断掉了，他在处理这块，嗯，然后谢尔豪还不肯轻易的让他做活，还要冲进来，冲进去，对，他因为这一代黑的有一个子的话，这个基本上活了，对，目数也很多、嗯、但是下得很凶啊，冲感觉很危险是吧，嗯，白棋也很薄啊，然后黑棋肯定也冲，黑棋冲，嗯，粘上。这个棋好像隐隐约约白棋也被黑的包围进去。是啊，所以我就说白棋的这个冲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嗯、可能。但是因为这地方外围黑棋缺陷还是挺多的，这地方有挖。啊。是不是因为是让先，所以说白棋才要下的这么激进？不然的话。他可以下的平稳一点，平稳一点可能还是会输吧，白棋有可能，因为这七目现在负担还是比较大的，对啊，七目半、嗯、三又四分之三，现在没有七目、就是、对啊、嗯、我就说就平时嘛、嗯、咱们的对子棋、这个、
这个中国规则让线的话，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对黑棋比较有利的地方，就是盘面目数一样的情况下是黑棋赢半子。对，黑棋181，黑棋数子的话能数出181，它是加在这儿的吗？它是粘上的。粘上啊，这个是接着是有点。对，然后它就吃掉。吃掉，这个是非常厚实。然后它才加的。然后才加是吧？这一带作为黑棋来说，这补一个好像是有一手棋价值，但他当然现在也没事，没空补，他接上了吗？接上，然后白棋点，这个点搬出来挺厉害的，然后他跳，这棋搬他实际上引诱，想引诱白棋这里打一下再走这个，他这个子就不跑了，他可以上下利用，这个接也先手，但是实战的谢尔豪下在这跳是下的比较好的。那如果您想下这儿不也能？不是下在这儿的话，我是挡在这儿的。是，那就是他粘的时候他不吃。对，不是可以断在这儿的。然后这棋形呢，不怕白棋跑啊，他有这样的棋。啊，然后冲了打这个。冲了打这个，对，冲了打这个。这黑棋比较难办，他走别的，我这跑出来了，对，这子吃掉，你吃掉的话，一顶，顶死他了，所以这棋，谢尔豪这手棋下的非常漂亮，对，这个虚虚的在这里跳，不太容易想到的，并不是说是很容易，就是说想到这一手，那感觉这个加跟这个点有。联系啊，相关联，对啊，他因为他先加了，所以他点他搬、这个、他才有跳、然后你这些才不成立。对对是。然后黑棋把这个头拐过来。加后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是吧？然后白棋花一手棋挡住，他就是希望挡在这儿。然后黑棋脱先了，吃这个。白棋拆个二。白棋拆二。其实这样的棋还是很厚实，尤其是黑的不用替目的情况下，下这样的棋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提掉这些，黑棋点一下，白棋挡上，对这个点，白的还有可能应在这，不过现在这一带官子价值不太大，所以他挡住，然后黑棋。接这个，然后白棋就断了。白棋把这个断掉，不是断在这里，这是白棋最初跳在这儿的一个好处吧。这目数明显要好很多。靠了之后把这三个子吃掉。现在马上吃了是吧？对。这个是价值非常大的一个关子。然后白棋把这个糊起来，这目数好像不大嘛，这是不是我怎么感觉还没有尖大呢？这两个可能是间合的，间的话，人家就他就靠住了。这两个很难区分，就是哪个价值更大一些，要很仔细的判断。咱们相信谢尔豪实战的判断嘛。然后黑棋先手先提一个之后，然后就把这个二路尖了。二路小尖。这棋中央这一带如何收官，会决定本局的胜负。确实不是特别好收啊。他有这个虎之后，就能够在这一带用强了。好像黑棋也没有什么反击的手段，拿不住他，只好粘上。他走这个，他冲过来了，所以他就粘上。那他贴回来，他提掉。所以这个是白棋有了这个虎之后的后续手段。你看他在挖粘。粘上，然后再补一个。他补一个，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比较小的小官子阶段，对，跳一个。但中央的官子是最难收的，因为它没有像边角的话那么容易计算，比如这个小尖多少目还是比较容易算得清的，像这个跳多少目不是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够计算清楚。感觉这一跳之后双方就特别快就定型了。中央这一带现在黑棋下倒挺简单的，对，就是这么顶过来挡住。
它就这样是吧？对，贴住，然后再顶。这个定型是双方都满意的一种定型。嗯。双方都很愉快这一带，它挡住了是吧？踢一个，它就粘回来。嗯。这个现在有点大了，这个是吧？走了吗？嗯，点这个。点这个，嗯。现在好像大家都开始抢占中间的这个。嗯，是。然后拐一下。对，然后挤掉。这种地方不走的话，白黑棋可以冲一下点一个。嗯、对，这是一个收官的好棋，所以白棋要接上，黑棋挤。然后粘上，去接上，嗯，然后还这边是断着收的，嗯，断跟单袜，单袜不好，单袜它就吃上，对，我吃了可以虎，对，所以它是应该要先断一个，嗯、然后再 打一下，白棋接上，嗯，黑棋也粘上，嗯，这个断点是要补的，虎上吧。对，虎一个，这肯定得补。嗯，然后冲，冲一下。冲。嗯，然后搬进去。搬进去是能够成立的，因为你肯定不能断，断它这个顶是先冲回来。对啊，我这是直接把白棋这两个字给留下。它是应该接在这里了，是吧？嗯。然后黑棋粘上，然后虎。嗯。虎的话也下面也留下了一个冲了挡吃的收官。嗯，然后黑棋把中间挡上，白棋把中间挡上，插虎白棋先。哦，好，白棋冲进来。嗯，对，这个如果再被黑棋挡上的话，这目数就很大了。让它顶一下，粘上。这个现在都是已经很小的官子了。嗯，他这里有眼之后，加上这个眼，这块棋就活了。但感觉好像黑棋好像稍好一点吧。嗯。先贴一个。是。贴一个是大了，否则黑的冲的打很大。是啊，现在这个全局的目数，我怎么觉得看起来就是只有这两目啊？这种已经是小官子阶段。对。嗯、然后。冲这个，啊，这个冲很舒服的。对，这是白棋的。冲完之后，其实他的目数，那个以后的话，如果打在这儿的话，这地方好像有点小问题。还得补一个是吧？对对对，是。这个冲是挺大的一步棋。嗯，那看来这个比两目肯定要大。我要大，嗯。粘住。这个。对。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胜负的一个地方。然后黑棋八粘，就直接是抢官子了、嗯。对。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劫的关系。白棋断这个，这个目数。这断一个，至少这里能有一目。对，然后、这个、然后扑进去之后，这地方还能把你收回去，啊，对。然后他搬粘，嗯。然后，白棋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争胜的一个手段了。对，胜负手。不扑进去的话，应该谢尔豪应该也能算清楚了，黑棋是要小胜。对。这是一个最后一个胜负的场所。他希望走到这里之后，在这个也把它走回去，或者是直接就挖了打吃，这个是先手。嗯，铺这个黑的肯定是先提劫了。对，然后他冲一个。嗯、冲这个。嗯。继续挡住。然后提劫。其实，就说黑棋稍微好一点呢，其实好的也非常的细微，只要这个地方被白棋给打回去的话。那白棋就稍好一点了，白棋有可能赢半子，嗯，吃掉，嗯，然后提，嗯，白棋冲一个找劫、嗯，然后再提过来，对，然后
端。是，这个双方在打这个胜负劫。对，我看起来好像黑棋并不会太怕。对，黑棋的劫材比较多。皮过来。黑棋打吃，白棋得粘。白棋提掉，然后他再提。我们看一下这个棋形，现在白棋就显然在这里好。对，如果是这一点的话，可能胜负又难料了。这个点也许有关胜负。这个劫。提掉。其实这个每年这网博杯之后的职业和业余的对抗啊，经常会引起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职业棋手现在和业余的顶尖高手之间究竟有多少的差距。其实所以说大家都要拼这个专业业余对抗的这个胜利是吧？这个时候白棋不敢长了，哦，没有劫材了。如果您再长的话，我这个有多少劫材啊？这样的话，这个劫好像白棋也不见得便宜。这个地方他一手能走到这儿，让白棋就把这个劫给消了。他能先提劫吗？他就直接吃了。啊，吃，提掉。提掉，然后他一飞。其实经过这个转换呢，白棋并没有得着目数上的便宜。对。所以最终这盘棋呢，还是以王琛一目获胜。对，王琛牌面好一目。嗯，这棋呢，现在可能也是正是体现了现在职业的顶尖高手和业余的顶尖高手的之间的一种差距。是，可能就是让先好胜负的这样的一种格局。是，最终呢，这次职业业余的对抗赛呢，也是以3-3战平了。也算是一个完美的收官。我们期待着来年再战。是的，好的，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